英国王室的萌娃谁最可爱？看完这组珍藏的老照片，你就明白了。这张拍摄于1965年4月20日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全家福，女王怀中的爱德华王子刚满一周岁不久。那时的查尔斯王子模样俊秀，发际线还没有那么明显。这张是戴安娜王妃和威廉王子的合影。威廉王子是英国王位第二号继承人，他小时候也是萌萌的，丝毫不逊色于乔治王子。这张拍摄于当地时间2014年7月2日，英国伦敦。英国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以及萌娃乔治王子，这是高颜值的一家人。小王子的模样纯真可爱。这张是乔治王子在家人的陪伴下到公园游玩的萌照。小王子身穿蓝色 T 恤，戴着渔夫帽，一脸嫌弃傲娇的模样，令人不爱不行。他依靠着天生的萌感，俘获了英国万千民众和全世界的粉丝，可见其受欢迎程度。这张是凯特王妃和萌娃乔治王子在公园游玩的萌照。乔胖胖一身蓝色连体戴帽棉衣，搭配着毛线帽，看起来呆萌可爱，他的一举一动萌翻众人。这张拍摄于当地时间2016年5月1日，英国夏洛特公主一岁生日的萌娃。小公主有一双弯月形的眼睛，胖乎乎的脸蛋，跟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幼年时有几分相似。夏洛特公主越来越有女王范，她的霸气和落落大方像极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，不禁感叹英国王室基因的强大。看来小公主不像威廉王子与凯特王妃，反而遗传到女王优秀的基因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